大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。今天早上又下了一阵大雨，可能是看我天天浇水太累了，又帮我浇了一次水。啊，早上下雨我是最喜欢的，因为每一天浇水虽然有浇水神器，但是也要花不少的时间哦。而且这个雨水淋完之后，这个花看起来特别特别的精神。小鸟们，你们的吃的来喽！接下来不要打架，一天到晚就打架。来，怎么啦？不是给你们吃的啦？吃呀！不喜欢吃啊？是不是好久没有给你们弄蔬菜吃了？哎，亲嘴嘴了你们俩啊！快点认真先吃，你这是要打架还是要干什么？吃？不爱吃吗？最近这个鹦鹉都掉毛，难道是发情了吗？啊？不吃吗？那我去摘点青菜给你们吃啊。生菜已经长得很大了，摘一点去给它吃。下雨天来摘生菜给鸟吃，是不是真爱呀？再给他们拔一点他们很喜欢吃的小米牛。来来来，不要挑食了，青菜来了。哦，果然是要吃青菜，小米都吃腻啦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我给你买了一些你们喜欢吃的墨鱼骨。已经到了，等下我就拆过来给你们吃啊！来，吃，去拿。干嘛这么挑食？天天吃小米都吃腻了啊！当当当当，给你们买了墨鱼骨。但是这个墨鱼骨怎么闻起来没有香味呢？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吃墨鱼骨啊？还可以补钙。怎么回事？怕？墨鱼骨啊，不是你们的最爱吗？怕吗？有，不是吧？他们不是喜欢吃墨鱼骨的吗？怎么见到就怕？难道是因为串成了一串？或者是因为这一个铃铛？我现在把这个铃铛卸掉。看一下，耶，还是好怕一样的，这么怕吗？那我把这个墨鱼骨卸下来好了，怎么卸？直接掰一块好了，这样怕不怕？这也怕吗？我拿个绳吊在这里啊，你们还真是。来，绑了绳的墨鱼骨来了，这个你们总不怕了吧？在哪里放着吃？他们好像不怕了，但是好像还是更喜欢吃这个青菜。等明天来看一下，这个墨鱼骨会不会少掉？看他们会不会吃。